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枭雄》。Slow down. First, I have to go to高处才对我有利。把屋顶上的人哦，那个桌子应该就是抢劫计划。哎，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暴徒帮忽然都死掉了？而且我还有潜行器刺杀成功。这红包有点不太科学。过了，突然很轻松的就过了。狼酿酒公司，狼酒酿酒公司，这家公司曾经是一间又破又旧的酿酒厂，在十几年前由匿名人士买下，并改名为狼酒。虽然这间公司是伦敦市的主要酿酒厂，但也吸引了更为暴力的人群来到这个地区。不要触发警力，解放童工好像都是固定不要触发警力。
鬼手杀人是补充弹药和飞刀的好习惯。那边有一个窗口，我挂桶，可是下面没有人。Maybe a night in the pit would inspire you. 我没有瞄到头。好，被东西挡住了。他是那个警戒很高的兵。怎么办呢？Get back to work. 我先释放这里了。Everything will be all right. You're the most wonderful. 然后把楼上的人解决掉。这次我好像很少用掩体刺杀。另外一组童工在楼下。那个那只真的是特别难搞。刺杀你。好像不太好刺杀。Please, I'll do anything you want. Just let me live.
能爬上去趴着吗？啊？You'll be all right. Trust me. You got me. 释放完毕。下一个，下一个。我有好多可用技能了。等一下吧，技能这么好了，增加被连击被阻挡了难度，然后这个也可以点，这些都是雅哥用过很强的技能。好，长距离用神枪移动到底有没有成就之类？不奖杯。好像过不去了，对面。到处都在冒烟呢。哇哦！居然有这个。you
两个资料。这怎么上不去？好吧，我可以的话，我荡到对面去。好像不行啊。哦，这边要用这样子上来。可是就算上来了，我有足够的距离可以荡吗？有哎、欸。在那边，所以我还是得下去。这样跳膀胱有点紧，为什么？哇，这区更多，五个，伦敦是好难征服、哦。沃德福斯特悬赏追捕，从你开始好了。沃德福斯特比伦敦的任何扒手都跑得快，他虽然不是这镇上手脚最利落的小偷。但是只要被他选上的任何目标，他一定会毫发无伤的得逞。这样还不够强吗？比他更强的是要怎样？哇哇哇哇哇哇！这里有一个。有个金色宝箱在哪？哎，我不能上去。这里应该可以爬。这个宝箱到底放在哪里啊？谁会在这种地方放宝箱啊？到吗？哦，放在最上面。
换一下颜色好了。哎，原来可以在这边升级。还是我不知道在这边升级，所以才没有特别强。伤害提高好多，我觉得我需要提高伤害。好像后面一点的强。哎，就快要可以拿到这个了，那我等这个好了，征服伦敦市嘛。居然没有直接滑下去。什么目标都没有看到啊！这里不能上去吗？可以。哦，找到你了。我怎么没有隐形？不是不动就要隐形吗？哎，我没有隐形，糟糕！好，直接。不行，我跟他们打，我的目标就要跑走了。Now piss off, you hear? You're wasting my time.我觉得大家都来，我也要警察，我可以等警察帮我解决敌人。Wait till I get hold of you. Ready to fire now. What the devil are you doing?你看，那个警察是要针对我吗？好，有人帮我解决掉了。No, not again. You should have stayed put, Miss Foster.Help me! I'm being taken! Faster! Oh! 有时候真的会被射得很痛。Move it! Come on! Move it! Slowly.
开超火。There you go. Well. 是吧？刚刚是看有比较强还是没有比较强？算了，我现在人在这里。那就这个吧，这个比较近。杀死首领不能被发现，然后不要让尖兵叫救援。飞刀模式启动。不要让尖兵叫救援，当然就是先把尖兵杀掉。这里两个离其他人比较远一点。比较适合先当成我下手的目标。啊，好险。居然在差那么一点点的时候没有按到双重，我觉得我可以在这里狙击那个尖兵。我没有进入隐藏模式，没有站好吗？好像不行哎、欸。好吧，那我还是回到高一点的地方去。你说不定可以来个迷幻，
糟糕，我杀到平民了。看来逃走的也算是消灭，所以不见得要杀掉。我来个神枪击杀吧。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的收看，下周见，拜拜。